水水脑袋吧。哎呀，要不然进水了。你脑袋才进水了。哎，要不然你今儿搬我那边吧。不是，我再给你开个房。哎呀，真不用，我一会儿让他们换一间房就好了，我还要换身衣服，而且弄完我还得把这些资料都整理了，不折腾。请问有板蓝根吗？那这附近有药店吗？没事没事。药送来了吗？送什么药啊？陆总，你忙，合同对完了没有？赶紧发给我。嗯。生病了？哎呀，没有没有，没事，我睡一觉就好了。有病就上医院，别扛着啊！要真病倒了，耽误工作进度啊！哎呀，我真没事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给你拖后腿的啊，马上就给你发。柠檬，你这个合同不对呀，你重新发我一份。陆总，如果我能妥善解决人员安置问题，你会改变心意吗？说实话，我不太建议你这么做。你想实现全部设备的换代，重建厂房，就意味着工厂会有一段停工期，损失有多严重，有考虑过吗？产能提升以后，是否有新的订单匹配这个产量？不然多出来的产线就白白浪费了。开工没有回头箭，林总，你想明白了吗？其实你的初心没有错，
实业确实依赖于技术，但归根结底还是由人来推动的，对吧？或者袁总，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把这个技术改革的步子放缓一点，逐步进行产线替代，这样也能给工人们一些缓冲的时间。嗯，我知道了，你们的意见我会认真考虑的，谢谢你们，谢谢陆总。好吧，袁总，你也用不着焦虑，你应该对你们现有的产品有信心，至少我觉得挺满意的。陆总用过，我昨天住的快捷宾馆，我发现他们使用的床品是你们生产的。实话说啊，我真觉得你们的东西不比五星级酒店的差。啊，陆总这么说，是我们的荣幸。所以我在想啊，你们欠缺的是精准的品牌定位和营销策略。知道了。袁总，留步。那我们先走了。走了。收拾一下，吴尚涵。这么快就回去了？尽调也结束了，也有定论了，不回去干嘛？还玩啊？我就担心那些工人，我怕袁总听不进去我们说的话。我们是投资人，给出判断是第一位的，道理和建议都已经给他了，具体怎么落实，袁总他自己应该有想法。进。袁总。云萌，是你啊。陆总，到了。怎么到早半个小时啊？我今天特意给您抄的近道，可不就快了吗？都没事，你抄什么近道啊？谁爱翻跟头闲的？抄错了。陆总到了都。把空调关一下，有点热。没开空调啊？那怎么这么热？热吗？那要不你……算了，几点了？总宇航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，每回都迟到。
你俩干嘛呢？你怎么才来啊？这都几点了？总迟到啊？我差点来的呀。孙总，您先坐。那个石总有点事儿，他一会儿就过来了。你们要喝点什么？苏打，谢谢。好，跟他一样。柠檬，给你们陆总来一个最爱喝的咖啡。好。不用了，我就喝苏打水。好，那你们稍坐一会儿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？什么机会？总有什么大赏的呀？柠檬泡的咖啡呀、啊，你说盼星星盼月亮就盼这一口吗？你杨小杨的刷锅水还没喝够啊？我今天胃不太舒服，喝不了咖啡。这次禁调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，在速度焦虑还有换代焦虑的同时，我们其实错过了很多东西。我们在被大家都忽略掉的《凤凰同行》这个期刊上找到了他们企业真正的价值。其实不管技术如何更新和改变，人终究是最宝贵的财富。陆总啊，说实话，刚听到您不投的时候我还挺惊讶的，毕竟凤凰各方面数据都挺好的，但听完汇报以后，我不得不佩服您的判断。石总，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还有您吗？哎呦，你很优秀，足够做我陆继明的哥们儿。我最欣赏你的一点，就是你对我没有任何杂念。杂念个鬼呀、啊！还弄得跟我喜欢你似的。自大狂，谁喜欢你？哎，学长，你好。刚怎么没接电话呀？我刚刚有点事儿，不好意思。哦。嗯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事，我就不能找你吗？哎，不是不是。那个 AR 厂商新送了我一副眼镜，是他们改进过的，我想拿给你试试。你这会有空吗？现在啊。我现在不在上海，我在外地出差呢。哦，那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明天回去。嗯，那等你回来再约。好。怎么听你声音感觉你不太开心啊？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有吗？我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那就不打扰你休息了。拜拜。哎，好嘞。再见。谢谢，我先回去了。
姐，你跟我们一起走啊。上车呗，车上坐得下。不用，我买了高铁票了。周末票不好买吧？买到了。完了，陆总找我了，快去快去，我就快去了啊！姐，哎呀，行了，我们回上海见喽，请你吃火锅，火锅，拜拜，拜拜。李总，您能不能再看一下我们的项目？啊，对，有不足我们可以改进啊，这我理解。喂喂喂喂，哟，你好。这一路堵车，我都怕我接不上了你。黎明，好久不见。你还好吗？你认识啊？毛毛，钱老板，你说他就是你那个钱老板陆总啊？哎，他旁边那个人是他女朋友吗？感觉还挺好看哎。哎，不是，你不说这人不怎么地吗？老天也太不公平了吧！他这种人都能找女朋友。打车去。随便坐。哇，这边景色很好哎。嗯，景色还可以。也是你的风格。我的风格？什么风格？黑白灰。我看你平时也不怎么做饭吧。啊，我也没时间做饭。对了，喝点什么？咖啡吧。这个点喝咖啡，那你还能睡着觉吗？平时喝习惯了，而且有时差，这个点我喝也睡不着。嗯，行，我给你弄。易梦，你稍等一下。哎，你以前不是都叫我梦姐吗？怎么改口了？那不都是小时候的事儿了吗？这咖啡机好像不太好使。我没事，我喝什么都行。坐了这么久的飞机，我先去换身衣服。好，你去吧。我研究一下。是这个吗？谢谢，是的。萌萌，这房子还真挺好哎。嗯，你看这装修家电都挺高档的。多少钱一个月啊？要不我跟老何也在这小区租一个吧。哎呀，我这个价格你可能是拿不到了，因为这是我老板的房子，他打车租给我的。是吗？那看来你这老板挺赏识你的。嗯。喂，喂，你忙？我家那个咖啡机怎么用啊？就你帮我买那台。你晚上不是不喝咖啡吗？哦，我招待一个朋友。喂，听到了吗？啊，我听着呢。咖啡机说明书就在橱柜的抽屉里，你拿出来自己照着做吧。抽屉这么多抽屉，我上哪儿找去啊？哎，你就教我你之前给我泡的那种就行。我之前泡的是手冲咖啡，不是用咖啡机做的。手冲咖啡？那这要怎么弄啊？哎，你这样啊，你别挂啊，你慢慢跟我说啊，一步一步告诉我啊。
你用沸水冲洗一下过滤纸。然后呢？石总，一直以来您对我的青睐和照顾，是因为我和陆总的关系吗？这么跟你说吧，是有一定因素的。那当然了，我最初招你进来，还是看中你的工作能力，你的潜力。柠檬啊，这职场呢，是由人跟事构成的，工作能力非常的重要，但不可能脱离人而存在啊。特别是咱们搞投资这行吧，就更需要很强大的人脉资源啊。这是每个人综合能力的一部分啊。柠檬，你能够把关系维护住、维护好，这是你的优势。所以我觉得你真的没必要太纠结。你是个有能力的姑娘，如果再学会善用资源的话，那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。你回去好好想想吧。好。跟陆总呢有战略合作关系，如果你入职的话，免不了要跟他接触。就像你说的话，可能脱不了陆总的圈子，你介意吗？你能够把关系维护住、维护好，这是你的优势。所以我觉得你真的没必要太纠结。在这儿啊，我还想问你呢，李萌，你是不是一直跟踪你的心里装着？哎呀，你现在挺放肆的。还行吧，反正你也不用给我发工资了。谢谢。等我当上总监以后，我会把这份人情加倍还给你的。到时候你再回来我这儿，我也不会强迫你给我当秘书。我让你全心全意的干投资。行，就这样。哎，你把话说明白就行。您这是在求着我和心思的。哎，是求，行了吧？我都说你俩有问题啊。有那么多话想说，没吃上蛋糕就吃碗长寿面吧。那么多爱要对你表达，生日快乐。那么多梦等我，那么多人看着，那么多梦要和你完成。麒麟家居那几家分店的销售业绩不错，最近我还在跟万物酒店谈合作，估计再有个两三顿酒就差不多了。陆明明，你在听我说话吗？干嘛呢？
哎呦，哦，哎，曾总，喂，小柠檬，啊，我在陆明明这儿呢。那个，听说你们明天有一个小型的投资推介会，是吧？对。陆明明明天有事去不了，你看我去行不行？啊，是这样啊，你看我这有钱，我眼光又独到啊，只要项目好我就投。当然行啦，明天下午2点在我们公司的大会议室，欢迎您。哎，好了好了，那明天见啊。哎，明天是小柠檬亲自搞的推介会，你真不去？这么有时间，怎么办？陈总，哎呀，梁总，欢迎欢迎啊，周总欢迎欢迎，里面请吧。哎，好，那我先进去了。两位老总里边请。石英姐，石总，欢迎光临。哇，你今天好漂亮啊！谢谢谢谢。陆总今天有点事儿，实在是分身乏术。啊，没事，你们俩来就可以了。石总 ，BDI 苏蔚然。你是柠檬的学长吧？对，多谢赏光啊！学妹第一次开推荐会，我当然应该支持了。谢谢，你里面请。哎，苏总里边请。大家今天能够赏光来到这里，我看大家的身材都管理得不错，看来平时没少运动啊。我今天给大家准备了200页的 PPT， 能讲6个小时以上，包大家满意。开个玩笑，放心吧，各位老板，今天是不会耽误大家的晚饭时间的。这么多年，你真的都一直没有变吗？那就送到这儿吧。怎么了？还在跟我闹别扭啊？连再见都不跟我说了，能不能别走？我又不是不回来了，而且再见就是还会再见的。那我走了。
不想再错过了。是不是有些太突然了？我有一点没想到。没关系，也许我们都需要一点时间。学长，其实当初的心意也就是我一个人的事儿，是我青春时期很美好的回忆，但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一点的时间去理清对彼此的感觉。那就像你说的，给我们彼此更多一点时间。不谈过往，未来顺其自然。好。这次我不想再错过了。应该就是这几箱了。行，那我们分头找吧。哎，这些都是高中的画册，找大学的就行。我这里有大学的，找这些。好，来。一毛，你还记不记得那个画册是多大，有多厚啊？当时去参加艺术展，肯定不会太大，可以随身携带的。随身携带，会不会是素描本之类的？有可能。再找找。嗯。哎，这儿。哎，是这个吗？繁星画廊，是不是这个？对，就是这个。抱歉啊，韩小姐的画已经卖掉了。那问一下，怎么样能联系到买家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规定不能透露购买者的信息。那作者本人也不行吗？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他。这，好吧，我可以先尝试着帮你联系一下，看看能不能约时间见面。嗯，好，那麻烦你了，谢谢。这幅画之前就挂在这个位置，但是后来被一位来用餐的客人给买走了。
这吃饭还顺带买画啊？那位客人好像特别喜欢这幅画。那能联系到那位客人吗？嗯，行，我帮你问一下。小张，哎，给杨总打个电话。好。其实一开始啊，我们老板也不愿意卖，因为这幅画是他精心挑选的，气质呢和我们餐厅也非常的搭配。你们看，到现在，我们老板宁愿空着，也找不到一幅能够替代的。那既然这样，你老板为什么要把画卖了？我就记得那天晚上，那个客人和老板聊了很久，最后终于把他说动了。我在想，他既然这么喜欢韩小姐的作品，那他一定有很特别的理由。那请你帮我一定联系到他，拜托了。好，我尽力。费心了。小朋友，你的家长在家吗？怎么了，可可？我可以跟你说说我跟他的事儿吗？学长要是想说，我就听着。毕业以后，我和他一起出了国。刚开始的那段时间过得特别不好，生活不适应，手头也很拮据，我们开始天天吵架，因为我们都觉得自己为对方牺牲更多，因为我们都觉得自己是一边爱着一边委屈着。后来呢，一个已经移民的富二代疯狂地追他。你可能不知道，那些移民的纨绔二代追寻女孩的伎俩到底有多可怕。后来，他就跟那个富二代好了。一开始他还放不下我，后来我知道，我跟他摊了牌，他呢，就选择了富二代。我一个人度过了一段很艰难的时光，他的背叛几乎改变了我的人生。从那个时候，我开始把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工作上面。我想尽快地做出成绩来，我想证明我自己。事实证明，我也做到了。这些年，我一直没有再谈过感情，甚至我觉得我已经不相信爱情了。直到我又遇到了你。每次看到你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那个曾经的我。那个时候的我会相信很多东西，会愿意相信这个世界上的美好和纯真，会相信那些最初的梦想一定会有实现的一天。谢谢你帮我找回了爱的能力。李猫，做我女朋友吧。好了，就送到这儿吧。
要保重啊，千万要注意安全，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。放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倒是你别每天除了工作还是工作，有些事儿该抓点紧了。其实我觉得你和柠檬挺搭的，你有没有发现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特别的放松舒服，人发自内心的感受是骗不了人的。明明好好正视自己的内心吧，我走了。估计你要重新找投资人了。柠檬，我现在明确的给你两个选择。第一，按照我刚才说的，给我10%的股份，我会给你不菲的项目介绍费。第二个，这个项目我不投了，反正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损失。我明白了，那为了大家都合适，我选第二个选项。我想，我们做了自己觉得最合适的选择。要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再会。摆明了就是要让我吃回扣嘛。你怎么说呀？拒了呗，大不了我重新找 LP。 其实这种事情挺正常的，你能遇到啊，证明你是一个很厉害的投资人了。那学长，要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办？周总份额才10%，区区几个点不值得。钱多的话就值得。好，我不是这意思。其实也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，是这个底线不能跨。我支持你坚持自己的底线，无非是换了 LP 而已嘛，对我们林静来说算不大事儿。对啊，这总比失去原则和主动权要好。那你就没什么烦恼了。今天晚上出去散散心。去哪儿？有一个非常棒的脱口秀演出，你不是喜欢讲笑话吗？咱们也学习学习。好。虽然我看起来不太聪明啊，但是我也上过大学，但我们大学男女比例大概是在7:1，就是说如果一个男生想要脱单，这个难度不亚于葫芦娃救爷爷。这种男人不是憋着心思的去钓孩，有那种在女生面上喊话的，他一个人还不敢去，他会带一堆兄弟去。有的人手里还拿着鞭炮，就远远的看过去，还以为我们去约架。然后那个人还会觉得哇，老子真浪漫。但是女生里面更浪漫的话，而且还有一种就是更奇怪的，就是有那种在女生楼下唱歌。我觉得唱歌表白还算是一个不错的方法，但是唱丑八怪来表白是不是有点过于前卫了？哥们儿，您这是着急表白去吗？祝你成功啊。陆总，这大哥您别看他，你看我，我是演员对吧，人家可能不用这些方法，但我看您这个长相，你要不要跟他打个招呼？还是学点啊，对您将来有好处的。都走了。还有那种给女生发短信的，对吧？但他不是自己一个人发，他是鼓动他身边所有的朋友帮他一起发。然后发完之后，他还觉得不够，然后他又去广场上找大爷大妈帮他一起发，帮他发1000块钱的就给人家包邮。
之前你说让你陷入怪圈那个人是他吗？冰猫，毛毛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不能不好意思了，怪我没有及时赶到，还害你受了伤，真是麻烦你了。我替毛毛谢谢你。苏总客气了，顺手帮忙，小事而已。穆总真是好老板，对一些员工还这么上心，难得。您该的吧。我看毛毛也吓着了，我先带他回去休息。穆总多担待，好好养伤，早日康复。小宋会来接你吧？来了。啊，好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走吧。一个女孩去那么危险的地方，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？我当时太着急了，我根本来不及想联系别人。那陆锦明呢？他是突然出现在那儿的，他说是唐总告诉他的。你难道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什么目的吗？你是在给他追求你的机会吗？什么叫我给他追求机会啊？要不是他今天突然出现在那儿，我们平时都是碰不到面的。学长，你想多了。殷实和金平资本合作那么密切，你们怎么可能碰不到面？平时就算见到了，也是因为工作。你刚不是说碰不到吗？学长，你的反应是不是有点过了？我过了。他们这些富二代想什么，我最清楚了。他们追求人手段就是无孔不入，你这么单圈，你根本就不知道。你真的想多了，况且陆继明他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。你在帮他解释吗？你不信任他，你也不信任我。你叫我怎么信任你？对不起，我刚才太不冷静了，对不起。见笑，见笑。不好意思，误会啊，一场误会。少喝一点。姐姐，不生气，不生气啊！我去说啊，乖。哎，你有病吧？
琢磨嘛。怎么了？建总，你没喝多吧？大秘书，来喝酒，喝酒，喝酒，老金，走吧，继续，再喝两杯。怎么了？赶紧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来来来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昨天晚上看他手机，看到他今天订 KTV 的地方信息，然后我今天就问他在干嘛，他跟我说他在公司加班，他明明就是在骗我，所以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我就去找他了。那他怎么说呀？他说他加完班陪客户到的 KTV。那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？那如果是真的，你怎么跑去一闹，他在客户面前多没有面子啊？毛毛，他是我有直觉，我觉得老何没有以前那么爱我了。哎呦，你看，哎，你在这胡思乱想，给自己添堵干什么？老贺对你的好我们都看在眼里呢。好了好了，不许哭了，乖，不哭了不哭了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如果老何真的在外面有什么情况，你是选择原谅他还是跟他分手？老何在外面是真的有事吗？他是不是真的出轨了？哎呀，我说的是如果，如果。要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会选择分手。我和老何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不可能轻易说分手的。可是对方犯了这么大错误，哎，那之后还怎么相处啊？不能，老何不能出轨。我要是跟他分手了，我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去。哎呦，好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我都说了是如果了。哎呦，我就瞎说，我瞎问的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哎，老何。喂，柠檬。那个，明天晚上你有时间吗？必须有啊，明天晚上特意留了时间，想帮尤琪庆祝生日来着。那太好了，那个明天我想给琪琪好好过个生日，正好你来，你也帮我好好劝劝他。上次那个事儿，他一直生我气，也不给我解释的机会，我想借这个机会好好跟他道个歉。你们也的确应该好好聊一聊，尤其最近很不开心。是。我今天碰到一个人。谁啊？学姐。你们聊什么了吗？他就说了一下他在美国的近况，他还给我看了他孩子的照片，很可爱。他说他觉得之前很对不起你。说这个干嘛？其实我没有怪他，人都是欲望动物，这个社会上有那么多的诱惑，能守住底线很难。不过好在我有你，你不会让我失望，对吗？当然。是宝玉，打的给你。
你忙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看看能不能再帮我联系一下何总，问他一下流程走到哪一步了，还要多久。嗯，我昨天有问过他，他跟我说就差董事长审批就可以把文件发回来，但我不太好催他了。是声讯那边有什么动作了吗？我倒没听说他们有什么大动作，但他们资金确实紧张，但我真没有想到任宁的流程能走得这么慢，我还想他们会不会有其他想法。哎呀，咱们这拖来拖去也不是回事儿啊。如果任宁再这么拖的话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清河只能停牌自救了。明白。干脆我现在给他打个电话吧，让他给个明确的说法。哎，老何，没打扰你吧？没有没有，你说。我想问一下这个清河那个事儿怎么样了？要是有什么问题，让陆总请你吃个饭再聊一聊。马上了，总部那边已经走完流程，再把文件往回发了，最终敲定也就是这一两天的事儿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，那我就跟陆总说，让他等你的文件了。柠檬，不是我不着急，我比你们还急呢，但总部那边我不是鞭长莫及吗？等批示拿回上海这边，我给你们加急处理，放心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，谢谢你啊，老何。没事。哎，再见。再见。那就再等两天吧。谢谢你啊。哟，客气。双勋和清河的股权之争连日来占据各大财经版面的头条，籍籍无名的双勋集团在几个月前第一次举牌宣布增持清河5%的股份，并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。但接下来双勋在短时间内连续3次举牌，收购股份数额一路激增到22%，让人始料未及。双勋想要入局清河的野心也已昭然若揭。喂，刘姨。啊，绵绵啊。这两天我爸怎么样？还一堆投资人啊，这怎么弄啊？这事儿啊。大家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啊！陆总家里出了点事情，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。陆总的事儿我们能理解，我的公司也是我的身家性命，我的公司要垮了，谁来理解理解我们呢？对呀、啊，谁理解我呢？我很理解你们，事情我已经告诉陆总了，马上就能解决，行吗？陆天行的事儿我们是都知道了，我就是担心投项目的钱不会拿去干别的了吧？对，这个你放一万个心。陆总不是这种人，他一向是公私分明的。那他干嘛躲着不见我们？对呀、啊，人呢？他不是躲着你们，他自己都焦头烂额的，处理不过来啊。各位总，大家稍安勿躁，喝点水。这个事情啊，我会一个一个解决，大家千万放心啊。当初这么多人抢着投我的公司，我是信任陆继明才选择的合作，现在这叫什么事儿？任总在里头还能盯得住吗？几个企业老板和资方来找陆总要说法。陆总好几天没回公司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是不是真的撑不下去了？这风控部的小周啊，已经辞职了。人家干风控的，敏感度高，肯定已经看到什么苗头了。刘总，我的离职申请填好了。过来，办公室。又走一个。咱啊，你应该找到其他后路了。这陆总啊，都已经撒手不管了。别瞎说，陆总不是那么不负责任的人，赶紧该忙忙去。徐总、曾总，他们来找陆总要说法，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别着急，行，我们进去看一眼啊。交给我们。大家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啊！哎，曾总，大家安静一下，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，好吧？安静，怎么解决？安静。我们是陆总的朋友，也是战略合作伙伴，你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和我们说。我去把法务财务叫过来，一块想想办法啊。
慢走，各位。行行行，谢谢你们谅解。哎，感谢理解，感谢理解。那回头等你们消息啊。走。曾总、徐总，太谢谢你们了。客气什么呀，都是自己人。都渴了吧，我去给你们弄点水喝。没事，小杨，你快去忙你的吧。嗯，去吧。我听说了，今儿多亏你们俩了。跟我们说这些话干嘛？陆伯怎么样了？那我先去医院看看陆伯伯，你们兄弟俩先聊着啊。是。接下来怎么打算的？我看现在公司这个状况真的是有点麻烦。陆总，您回来了，你渴不渴？饿不饿？我给你准备点吃的喝的。不用了。这个快递。还缺多少资金？我跟甜甜想想办法去给你凑一下，好不好？算了，别再因为我把你们拖累了。不是你说什么呢？咱们多少年交情了，之前都是你帮着我跟甜甜，现在你有难了，我能坐视不管吗？还是兄弟吗？啊！你们俩已经帮我很多了。再见了，会。再见。学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为什么在这儿？晋明资本解散了，我来看看陆总。只是来看看他们。你误会了，陆总他是……我误会了。今天的行为有失妥当，那我向你道歉，我下次不会再这样了。你还想有下一次？
等你冷静下来再说吧。你别走，把话说清楚。你要我说什么呀？我在晋明资本3年，现在公司没了，大家都很难过，你非要在今天跟我吵吗？你是因为晋明资本吗？还是因为他陆晋明？为什么他一有风吹草动你就鞍前马后？你不就忘不了他吗？就这么破玩偶你当宝贝一样捧着，你还说对他没意思，你知道我傻子吗？我以为你跟他不一样，结果你们都一样，喜欢脚踏两只船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跟他什么时候好上的？好多久了？你们上床了吗？苏安然，你过分了。你别走啊！